下江过来了。娘娘，小黎，把我亲自给陛下熬的百合汤送一碗过去。是。陛下，你怎么看？这老臣有一事不明啊。你说这什么毒，他怎么就能牵扯到当初这个逆犯林殊的身上呢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此毒离奇，要有烈火，有暴雪，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，那就是梅岭的雪界虫。这恐怕不大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如果真有一个中了火寒毒的人，他又到咱们大梁京城来了，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把这搅的是风云变色，天翻地覆，你还会认为这是巧合吗？哎，不不，这老臣都糊涂了。陛下，您这都是猜测，这不能确定啊。御书院人多口杂，在不确定以前，不能让梅长苏听到这个风声。臣传旨御书院，今日闭门，不得有人出入。不，不仅是御书院。你马上命人传旨，找梅长苏进宫。是。禀陛下，贵妃娘娘派人送来了冰镇百合汤，给陛下解暑。不用了。是。等等，拿上来吧。是。快拿上来啊！参见陛下。哎呦，这大热天的，静妃娘娘真是有心呐。姑娘也辛苦，告诉娘娘，苏先生不得入宫。奴婢告退。陛下，蒙挚现在何处？蒙大统领应该还在他府上吧？派人传旨，火速赶往禁军统领府。蒙大统领，
韩圣上口谕，臣接旨。禁军大统领蒙挚多日辛苦，恩赏三日休沐，不必入宫谢恩。臣领旨。你没有听错，没有听错。高公公就突然说了这句，苏先生不可入宫，难道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，还压低了声音，像是怕被陛下听见似的。马上派小林子去东宫，请太子阻拦苏先生。是。听说宫里传来口谕，召你进宫。是啊，皇帝老儿久不临朝，无端端的，怎么突然想起见你这个白衣客卿了？我也觉得奇怪，想不出是什么缘由。可是明旨召见，我总不能不去吧？哎呀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看我一介文弱不医，他总不见得埋伏着刀斧手在宫里等我吧？别担心了，我会随机应变的。母亲不会随意传信，苏先生必有危险，你动作要快，就算追到宫城外也要拦住他。是。通知霓凰郡主。是。苏先生呢？已经进宫了。已经进宫了。草民苏哲参见陛下。来人。臣在。斩起他的袖口。
陛下是在找什么？哼，苏先生，你来京城到底有何目的？苏某自负有才，若不来京城施展，还能去哪里？夏江说你是齐王的旧人，对此你有何言？齐王府有没有旧人，陛下最清楚。殿下，蒙大统领怎么也来了？今日一早我接到旨意，被强令休沐，陛下已经把攻城防卫全部交给柴都统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苏先生为何进宫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凶险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宫里刚传来消息，苏先生一进宫便被御林军接手，进了养居殿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无论是当年魏征劫囚一案，还是后来的誉王一案，都已尘埃落定，陛下还想在苏先生身上挖出什么秘密呢？高湛。臣在。命人到东宫传旨，宣召太子到养居殿见驾。遵旨。要我进宫？是，殿下。知道了。此时召你进宫，是何用意啊？扣押了苏先生，控制了攻城防卫，又要我入宫，一定是有大事发生。苏先生身陷宫中，你可不能再自投罗网了。苏先生为你殚清劫掠，太子殿下可愿为他一战？难道郡主是今日才认识景琰吗？好，东宫、穆王府还有巡防营剑指攻城并非不可能，皇帝成天怀疑这个反那个反的，咱们就反给他看。好，有郡主在外面领兵，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是要进宫？从陛下的形势来看，还不至于是伏兵攻城要诱杀我。若是此时就急着进军攻城，里面的母妃和苏先生无人护卫，怎么办？所以为今之计，是我照常奉旨入宫，设法先见到母妃和苏先生，至少可以暂时先护住他们。可是宫中戒备森严，如果我们无法传递消息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们的安危？午时，如果到午时我们还没有出来，起兵进攻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。谢父皇。儿臣奉旨前来，不知父皇有何吩咐？稍后一旁。是。父皇。不急，还有一个人。宣。
老臣下江参见陛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父皇，这个逆臣怎么会在宫里？哼哼，有道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夏江身负死罪，却愿意在朕的面前有所举告，朕倒觉得不妨听一听。举告什么？夏江，有什么想说的话当面说吧。陛下，老臣有罪不愿辩解，但是此人负罪更重，老臣不愿陛下受其蒙蔽。你说的此人究竟是何人呢？他就是当年与皇长子勾结谋逆、侥幸逃生的赤焰余孽，赤焰主帅林燮之子，赤羽营主将林殊。夏守尊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。立刻将东宫府兵和巡防烟客部全数点清，等我号令。是。我走了。太子，对夏江的说法你有何言？父皇何有此问？你是看着林殊从小长大的，难道会不认识他吗？你可知道火寒之毒吗？焚身烈焰，噬骨之寒，加上梅岭特有的血界虫，是中毒者面目全非，至亲之人都难以辨认。如此荒谬之言，父皇相信，儿臣不信。景琰，难道你是真的不知情吗？儿臣不信。太子殿下倒是推得干净。若你真不相信此人就是林殊，那当初又怎么会轻易相信他是真心实意地为你谋划，要助你登上东宫之位的呢？我想选你靖王殿下。麒麟才子，得之可得天下。你当初入京时，废太子与誉王都是如日中天，若你不是林殊，又怎么会放任眼前的捷径不走，而要劳心劳力地辅佐一个微不足道的靖王呢？原来夏守尊今天是来诛心的。郡主，在京府兵都集合齐了。按郡主吩咐，都准备好了。姐姐放心，幕府上下必听姐姐号令，绝无犹豫。静候午时。是。陛下，江左梅郎入京之后，京城中每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受益人都是靖王殿下。他从一个无宠的单贤郡王，步步加封为一个七诸亲王，直到现在入主东宫，而废太子和誉王斗得如火如荼，最终却是两败俱伤，一个被废黜出京，另一个怎么样呢？难道是我逼着他举兵造反吗？前太子如何被废，誉王如何覆灭，陛下最清楚。不管夏江怎么说，他以魏征构陷靖王是事实，誉王起兵九安山也是事实。
陛下被围困列宫时，百官受损，宗亲蒙难，是何人拼死来解围？又是何人归还兵符，并护送陛下回京？如今，列宫阶前的鲜血尚未凝干，而夏江这个谋逆的主犯，却拿着本野史古书，在这里无凭无据地当面指责太子。难道陛下就不怕，在九安山屈死的冤魂们会心寒吗？苏先生此次锋利，我早就领教过。不错，这两年京城的事件，你我可以各执一词，但是有一点你逃脱不了，那就是你身上所中的火寒之毒。陛下，老臣已逃出天牢，若不是心系陛下，为什么要自投罗网，断了自己的后路呢？夏江说的也有道理，既然已经逃脱了，又何必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赌上自己的性命呢？陛下圣明，老臣当年之所以与林殊结仇，就是为了替陛下除之赤焰逆案。他回京之后一心想除掉我，这并不奇怪，玄镜司却有行为不妥之处，以至于被林殊所利用。但他无论如何狡辩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林殊，你身上的火寒之毒会引发脉象奇变，使得寒热相冲，表征不一。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让太医把把脉，看看是否与常人有不同之处？又或者说，你愿意免了这个麻烦，老老实实地向陛下承认你到底是谁？好吧，我承认我就是林殊。林公子，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？急啊，能不着急吗？两个最聪明的家伙都在宫里，着急有用吗？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希望长苏的这个巧蛇能够解救自己。可如果救不了呢？那怎么办？认栽了。哎，希望他们至少能坚持到五十吧。我说我是林殊，陛下就真的信了吗？不管我承认了什么，夏江指证了什么，都是空口无凭，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。如果陛下想让太医来为我诊脉，招来便是。只不过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没有意义。没有意义？陛下细想，如果我的身体真的表证不一，那足以证明我是林殊吗？反之，如果我的脉象并无异常，就能确认我不是林殊吗？没有定论。说来说去，夏江无非是想逃一条命，而陛下只是求一个心安罢了。他这是狡言善辩，古籍有载，并非老臣胡言乱语。照你所说，林殊回来一心复仇，既然如此，陛下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从九安山上下来呢？当时兵符在靖王手中，只要他稍缓一步，等誉王弑君成功，他再收缴叛军，这不是最简单的做法吗？难道陛下当时在列宫时心中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吗？放肆！朕当时对景琰绝无猜疑。那今日
父皇召我们对质，目的究竟是为何？是想要千方百计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好往苏先生的头上栽上一顶林殊的帽子吗？哼哼，朕只想查明真相。怎么查？两个完全不同的人，几条记载，一丝脉象，全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永远都不能被证实，却永远不能被推翻。夏家现在所做的，无非就是在临死前，想在父皇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罢了。看来守尊大人对于陛下的了解，真是非常人所及。吴纳统领，今天不是在休沐吗？怎么过来了？柴兄在陛下身边的日子不比我短，知道的事情也不比我少。此处离养居殿最近，我为何在这里？柴兄还需要问吗？陛下只是在养居殿与太子殿下叙话，并无他事。这样最好。陛下，此人绝对就是逆贼林殊，老臣愿意性命担保。哼，你的性命？你以为你逃出了天牢就保住了性命吗？夏守尊这么久还留在京城，不就是因为外面的天罗地网你逃不掉吗？陛下，我已经承认我是林殊，没有什么可查的，就当我是林殊处置吧。届时伤了父子感情，乱了朝局，受益的可只是夏江一人。哦，对了，要不要依从宫里贤妃娘娘的意思，把献王从献州接回来？陛下，陛下。三五次兴风作浪，实在可恶！陛下，老臣之言句句属实啊！朕累了，这个逆贼交给太子处置吧。夏江之罪，自有律法裁决，还是交给刑部和大理寺处置吧。就依太子。陛下的面行凶，果然可恶。陛下，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啊！哪怕只有万一的可能，也不能留此后患啊！陛下，把夏江带下去。是。陛下，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啊！陛下，陛下三思啊！
陛下。那个姓王的平王去。却无意牵连到苏先生，自然是应该由我送先生出宫去，我想母妃那边是不会介意的。今日无端牵连了苏先生，让你受了惊吓，为此朕很是过意不去，略备了薄酒给苏先生压压惊。放心，一会儿朕会派人送苏先生出宫的，忙你的事去吧。父皇，父皇，朕说了，朕自会派人送他出宫的，不要你管。记住，你是东宫的储君，未来的天子，行事自当稳重周全，不可像过去那般任性，做事不管不顾，不分轻重。只分轻重，不分是非吗？怎么，东宫出力，你就不想再听朕的教诲了吗？嗯，陛下，酒已经备好了。这杯是苏先生的。此酒意欲何为？你做事素来鲁莽，已被他人左右，朕这么做是为了你，不受他人利用，而确保你我父子之间再无芥蒂而已，明白吗？父皇，儿臣不懂。我明白陛下的意思，下降的话不能全信，但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。陛下想让我死在宫里，以免后患。父皇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
父皇立我为太子，命我监理朝政。我一直以为父皇是真心相信，愿意托付江山，没想到一个已定案的逆犯，几句胡言乱语就让父皇如此猜疑。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，本就与苏先生无关。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，处置我便是了。就为了这一件白衣吗？你到底想怎样？儿臣素来行事如此，不愿他人替我受过。青烟，臣素来行事如此，不愿他人替我受过。青烟，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且不用多想，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。殿下，